4月13号，刘德华携手郑秀文勾肩亲密亮相，两人在电影中合作多次，现实生活中也是相当默契。郑秀文一袭薄纱透视长裙现身，女人味十足。颁奖礼即将举行，提名影后的郑秀文却相当平静，直言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奖。整个睇好会系边个咁样评价影后？我觉得都系，大家都有机会嘅，大家都有份角逐，大家都有份赢，大家都有份落选。身为好友的刘德华力挺郑秀文，不过却没有为 Sammy 准备任何鼓励的话，直言不管 Sammy 拿不拿奖，都会用实际行动做好他的搭档。有冇讲啲咩鼓励说话去支持 Sammy 咧？系，冇啊，冇讲过啲。拖住就得啦，在心中啊，唔使讲咁多嘢啊，系嘛？系，如果佢真系攞咗，你要负责揽住佢咯喎。一定啦，一定嘅，系咪啊？攞唔攞到我都揽住佢。